这个是反常压面啊，反常压面呢，它是从招牌走过来，然后从这里进刀，啊，做这个圆头，这个就叫反常石，反常石就是做右边的圆头的啊，然后这个呢，从这里前进后退都跟前面是一样的啊，这个是跟前面一样的，它一个圆的速度、加工速度，还有压料时间都是跟一样的啊。 我们来先把这个进刀位置啊，左电机的进刀位置把它设好，左电机要从这里进刀啊，从这里前进，啊，左刀从这里进来，然后就设上1050，有，确认。 然后这个刀，也要从这里进刀啊，从这里进刀，我们再开旋一点点，啊，从这里进刀，这是1250，然后这两个是左退刀，左退刀我们把它退回来，啊，这个刀啊，刚才已经。 走完这一段圆头了，他要退刀了啊！左退刀是286，286，还有右退刀，右退刀右边的就要在这里退啊！我们再往前走一点点，这个刀要从这里退刀了，03。 它有一个正常位置呢，它是这个拱桥台往前走的时候，往前走的时候，它有一个位置，就到这里停止了，它才能执行这一段的距离。我们这个就把它最大的稍微最大的设一点就行了啊，就是1300啊，要比这个进刀的位置要大一点，然后这个是。 慢速啊，快速慢速快速，这是我们控制的速度啊。注意啊，这一格的速度是负责上面的速度，这两个之间的速度，这两个之间的距离就负责这个速度啊。嗯，然后我们这个刀到这里它就要慢了啊，我们工作来前进针啊，它做这个圆头的时候。 到这里就要慢了啊，慢的话啊，我们是634，我们填上634，啊，然后这个刀到这边，啊，它也是要慢的啊，啊，但是到这里也是要慢的，然后我们也要设一个速度，设一个给它。 247，247，啊，就证明247到637这一段呢，它是有个速度的。我们填个速度，填个4给它，它就走这个慢了。啊，然后我们把它设完以后啊，设完以后啊，这个转动的主页面啊，按上头圆点。 然后再进到这个反常石，然后启动电机。